我两个孩子，两个儿子，现在是一个是11岁，一个是8岁。大的儿子他是语文能力比较好，那数学常常会做错，然后学得比较慢一点。有军医，他就比较主动啊，他觉得说他不会，反正可以不断的重复听，好，然后看老师怎么做，而不是学校不会，那就只好等。亲子互动还不错，因为父母可以当教练，小孩当这个学习者，那里面会有蛮多的什么星星啊什么的。那我觉得这个亲子互动也可以增加，而不是每次看到小孩学不起来就很生气。它是一个全新的经验。如果你要我来推荐给没有接触的家长的话，最好最好的 advice 就去赶快注册一个账号，然后去试试看。那我相信不同的，像我的两个孩子差这么多，我相信不同的家长亲子关系，还有孩子的程度会有不同的互动。那这一定要自己做才知道，每个人是不一样的。